咦，怎么我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呢？啊，是不是我媳妇二驴子在家又耍驴了？没事儿。有人在外面胡说，我很怕老婆。我在家厉害的时候，你们没见过。小 case 没事儿，回家就啥事儿没有了。亲爱的，亲爱的爸爸，爸爸，亲爱的，滚滚。哎，爸爸，我媳妇让我滚呢。爸呀，你围着我转圈默默呢。没错，我想用我这蹄子把你踢到乌鲁木齐，你信不？不是，爸呀，你这种眼神看着我咋的了？我在看眼前这位男人，还是我亲儿子吗？咋不是你亲儿子呢？眼睛还花了？你过来。哎，咋的了，爸呀？我问你啊，你跟二米的感情现在还挺好的吧？你也看见了，莫名其妙老生气，为啥生气？找找原因呢？是不是你俩沟通的比较少了？这公司老忙了，哪有时间沟通啊？公司忙啊？是不是经常出门啊？今天还出差呢。是不是经常去鞍山呢？爸，你咋知道呢？哎呀，爸呀，正跟你汇报呢。最近啊，我考察了一下鞍山，去了几趟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投资环境不错，我准备在那儿开个分公司。你在那安个家得了呗。我正有此意啊。不要脸！爸，你听见了吗？他都不背着我了。不是你咋的了？你要不愿意去，你就在家陪着爸妈。你是巴不得我不去呢。二民，二民，听爸的，控制，控制啊！不是这出啥事儿了？这是。咋的了吧？二米刚才跟我说了，咋的了？你最近工作很忙，经常不着家，是对他不在乎了啊？他跟你耍点小阴性，懂不懂？哦哦哦，去哄哄你媳妇儿。哎，啊，不用哄，去。他老哄。那个媳妇儿啊，哎呀，我不着家不是也是在外边工作吗？也是为这个家，让咱们过好日子。你我懒得听你说话。别懒。你们这能比呀、啊？能比吗？哎看，哎，这幅，这个，你看这幅字写的啊，我写的，多好啊！啊，杜甫能东，好，你把我这字念杜甫能动啊？啊，我这是勤能补拙，杜甫能动，李白还能爬呢。我管。王叔啊，不认识的字你查查字典。你也瞎说呀！哎呀，爸呀，哎，你这幅字写的可太好了。这个好吧，这个好。哎呀，苍劲有力啊！太好了！哎呀，一看就是给我妈写的，妇女至宝。这是给咱小区对个那个小旅店写的，宾至如归，妇女至宝。我看你像个宝，我，哎呀，这太没文化了！没文化多可怕，瞎吵吵声还大。哪个好啊？我爸只有这幅是最好，这幅墨宝，大家请看，林淡淡，鼓励。别拍了，这是我给我们原先文化馆那个楚馆长他孙子起的名儿，楚中天。林丹丹，你把我眼睛出瞎了得了。这是楚中天呐！谁让他这是楚中天呢？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这可没错嘛，这不楚吗？这不中吗？这不天吗？爸呀，我真得给你提点意见了。哎呀，挺好的一个观海，你给写分家了。可是楚中天，你给写连体了你啊！我这人我不能跟你们玩文化了，我回诺曼底。爸，我跳伞。不是爸。爸，老爸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获奖了。哟，不是我能获什么奖啊？和平区书法大奖赛小组赛三等奖。哎呦，哎呦我的天呀！哪个作品得奖了？就你那幅《又见海》啊。观海。观海。啥？
人评委都说了，咱爸就那个又字写的老好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证书是不是假的？是不是你编的？真的。那字儿吧，是咱爸写的，但妞妞得的奖。这不妞妞颁那个书法大赛吗？然后他就把他姥爷那个字儿拿去了参赛，结果得了小组三等奖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手套有点短呢，这个什么手套？你没见过呀？这是袜子，从法国给你买回来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从法国买回来的，产地 Chinese 温州，是不是啊？你这是从法国买的，还是从大润发买的呀？不是，真是从法国买的。这说明咱们国家的产品，这已经出口到法国了。哎，我不远万里又给你不是买回来的。你别说了。你要坑我，你就赶快坑，你别老不说，明白不？我这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。真的有事儿，大姐夫，来，你坐啊。房地产公司的林总啊，出国之前托我给他女儿在国外带个包。哦，啊，我呢就是一忙，光顾了给你带礼物了，我给忘了。你答应人家了吗？我答应了，我但是，哎呀，你这可不好，你答应人家你就得给人家办呢。现在都来不及了，我在国内买都不行了，他一打电话一会儿就来取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，我有事求他呢，我要承包他们公司的那个装修工程，你说这怎么办？来，你别着急啊，喝个加多宝啊，消消火，好。哎呀，哎呦，我说顺风啊，没事儿，不行啊。你就跟他直处。什么叫直处啊？直处就是直来直去，你跟他实话实说。那可不行，答应人的事没办到，这不是不把人家当回事吗？你答应我那么多事儿，你啥时候给我办过呀？我什么时候把你当回事过呀？行啊，陈正芬，你就想着整天怎么坑我啊。哎呀，咱不是亲戚吗？坑一坑更年轻，坑一坑冰冻人。你看你这么年轻，不都是我坑的吗？来，顺风，来，那你接着坑。大姐夫啊，是这么回事啊。我跟二米粒儿七年之痒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啊，我给他买了个包。哦，就是林总让我带的这个牌子，28000呢，他一次都没用过。我想把这个包要出来给林总先顶上，我那工程的事儿不就有戏了吗？哎，这办法挺好啊。啊，你跟二米说拿过来就完了吗？我哪能要得出来啊，他不得踢死我呀。那倒是。你帮我要，我也没有理由要啊。我给你想好理由了啊，你就说你外边有人了。我有什么人呢？有女人了，是个小女人。陈胜峰啊，哎，你缺德不缺德呀你啊？你这不是给我挖坑啊，你这是给我挖个井，你直接把我淹死完了。你这要让你大姐知道我还能活吗？大姐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事儿呢？你拉倒吧，你媳妇儿知道了，全小区就都知道了。这倒是，可是这个忙你得帮我呀，我求求你了，大姐夫啊，大姐夫。哎，大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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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怎么着？哎，回来了，大姐夫。哎，来，你看我给我大姐买什么礼物了？哎呀，你说你们俩人出去还给你大姐买礼物？必须的呀，下次可不能这样花钱了啊！洁厕灵、洗洁灵，还赠了一包病毒灵，还有一副大手套的。好，也有你的礼物，这份。啊、哦，有，哎呦，还有我的礼物啊，有你的，哎呀，可不给，哎、给，你就给我买这礼物啊？啊，怎么了？前两天咱家下水道堵了，你鼓秋一整天也没通啊，装备不灵，有了它，你看，咔嚓咔嚓咔嚓，很灵，来，好接抽，哎，好，哎，我大姐干啥去了？啊，是这样。我表弟呀、啊、结婚、哦、我请不下假来，我让你大姐替我跑一趟。哦、啊、哎呦大姐夫啊，哎，你可太见外了啊。啊，咱都是一家人，你表弟结婚你不告诉我一声？哎呀，不是，不愿意。哎呀，不行、哎、别顺风，不用。哎呀，顺风真的不用。哎呀，顺风真的不用。顺风，我看看微信。好尴尬呀。不是，你以为我要干嘛呀？我也以为你看微信。哎呀，哎，大姐夫，哎，不是大姐不在，你也不做饭呢？哦，我刚下班。
你刚下班是你不做饭的理由吗？做饭做饭，哎，站住！怎么？哎呦呵，你把那揣子，还有那些什么铃都搁外头，你进厨房啊？对对对，大姐肯定也这样。我说大姐做饭有股下水道的味儿。哎，带上围裙。哎，哎呀，你说你可真行，你做饭得有个做饭的样，你和大姐都这样。哎呀，你得说说她，你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。炒勺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啊！拿起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拿炒勺干啥呀？你拿炒勺，你我得告诉告诉你，你得做饭得有做饭的样啊！来，哦、摆个造型。对对对对，行，坐坐。哎哎哎！哎呦，哎呀，大姐夫啊，我大姐呀不在家 啊，我叨叨两句啊，我怕大姐听见她不高兴啊。其实一个女人的档次啊，完全是看她的老公，啊，你看我，二米粒让我教育的，啊，那完全是一个上了当的女人啊，啊，不是上了档次的女人啊，哦哦，太让我教育的，由二驴子直接变为三驴蹦子了。你再看看我大姐，我大姐让你给教育的四六不通。